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阿林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大自然的色彩。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是友谊的色彩。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气节的色彩。五彩斑斓的诗句源于诗人诗意的想象，更源于他们现实的生活。只有人间美美与共，世界才能万紫千红。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手持彩练，用诗意描绘多彩人生，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节目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康老师。龙阳好。欢迎杨老师。龙阳好。今天的主题是多彩，我相信老师们的准备的开场词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康老师，对，今天这个主题是多彩这世界因为多彩才会变得精彩，因为精彩才会出彩，因为出彩才会迎来很多的喝彩。对，春天到了，那就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过酒旗风。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了秋天，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到了冬天，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所以说呀，人生好似斑斓多彩的四季，但又胜似这四季的色彩。那么衷心的祝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多彩四季，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的光彩。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颜色是多彩的，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斩红泥。甚至我们闻到的气息也是多彩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当然更多彩的是我们人的情感世界。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拥有多彩的梦想，所以我想祝愿我们每一位追梦人，在这一路都有多彩的诗词相伴，伴随我们一起去拥抱我们多彩的现在和未来。谢谢杨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全新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此刻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也汇聚云端，让我们掌声欢迎云中千人团。今天的主题是多彩，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多彩的集体颂诗。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豪在齐，但共前尊立。庄严似关山，今朝在集体颂诗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大家对于多彩的热情，也让我们一同期待今天大浪淘沙的四道题开启的多彩诗词世界，马上开启本场的大浪淘沙。
大浪淘沙的四道题目呢，由我康老师杨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请做好准备，我们来看第一题。大千世界多姿多彩，毛泽东词云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请问他描写的是什么？A 烟花， B 彩虹。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85人回答正确。谁持彩练当空舞，我觉得这诗词特别的形象。谁持彩练当空舞，在天空洒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虹的七种颜色，很美。主席写这个词啊，赤橙黄绿青蓝紫，就写的实际上是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旧战场，毛泽东率领红军下了井冈山，开拓新的根据地的时候打的第一个胜仗，所以对这场战役啊，主席是记忆犹新。现在呢，做调研工作，重游故地，生出感慨。但是毕竟当时红军条件还是很艰苦，处境也是很艰难。从赤橙黄绿青蓝紫开端，到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点都看不出困难来。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诗词大会上多次讲过主席诗词，啊，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的的确确，是我们现在写文学、写诗词的人所应该予以重点的学习的。嗯。谢谢康老师，我觉得在多彩这样一个主题啊，我们开场的第一道题就是彩虹，其实也是有一番寓意的。对，只有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啊，穿越风雨我们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给题。声音也是丰富多彩的，请问以下诗词中哪一项写的是雨声？ A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B 崖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77人回答正确。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苏轼的大名句了。对，很多人爱他，也爱他的这首词，让我们很感慨，自然界的风声雨声原来可以延伸出那么多的象征含义。你看第一首莫听穿林打叶声，不要去听到这个雨声来扰乱你可以平静的这样一种心境，就让人生的风雨去吹去下吧，我自然可以夜障徐行，来表达这样一种豁达淡然的这样一种态度。那郑板桥的这个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那是一个基层干部对于民生疾苦的那样一种关注，特别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这种情怀是特别的深刻。郑板桥一介县令，躺在床上听到外边风吹竹子发出的响动，就想到老百姓的声音。咱说实话，你别说是竹子的响动，咱听见那大槐树风刮得慌慌慌的，你都想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心里没装这个事儿，他装着这个事儿，他就听见什么声音都像是民间的疾苦声。当一个人其志甚笃，所挟甚大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了，关心的是人民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那点得与失。是，受教受教。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天空是大自然的调色板，调出多彩云霞，请问下列诗句中的彩色云哪一项并非真正的云？ A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B 斜贴绿云新月上，弯环正是愁眉样。满分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64人回答正确。其实这道题是有坑的。当然，千里黄云白日曛，这肯定是写的大自然的云。但是选项 B 绿云其实指的是头发，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绿云，或者是绿鬓，或者是绿环，通常都是形容年轻女性的头发。对，因为《木兰辞》里特别有名一句嘛，“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环。”对对对对。啊，这种句子是非常典型的东方美，只有中国人。就是将女性的头发形容成绿云。中国的词啊，是埋在心里，还要理解我们这欲说还休的含蓄之美。我们继续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浣花兼指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一位居住在蜀中的女子发明了一种深红兼指，请问她是谁？ A 薛涛，B 黄四娘。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54人回答正确。我觉得薛涛啊，是一个如此细腻的女性，专门嘱咐工匠要给她制作这个小彩笺啊。而且你看她说了是染色，这说明啊，在制作这个纸的时候她要加上工艺，这一共是10样笺呢，对不对？所以它产量小，成本就高啊。可见薛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纸，她对这纸还是很讲究的。而且她也成为一种传统，也很有雅趣。对，所以后来薛涛制了这个薛涛笺以后，或者你看红笺，古典诗词里面凡是出现红笺，往往跟那种女性的柔美细腻的那种情思息息相关。你看晏殊的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那就是把所有的那种细腻的含蓄的婉转的情意写在这个彩色的，当然以红色其实为主的这样一个小笺上面。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薛涛他是生来就如此，就这么有雅趣，这么有闲情逸致，他也是由苦到甜，自己在为自己创造人生的色彩。他是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和时代的风雨坎坷的。好，四道题目过后，我们看看到底四大阵营当中前两名会是谁，来揭晓一下。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音乐小诗人黄友之，汉服爱好者江毅，航天 3D 打印工程师甄瑞，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四人组成满江红队。满江红，满江红，一遇风云变化龙。第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跟着诗词游中国的运动小将莫尚晨，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诗词小才女张可儿，他们四人组成青玉案队。青玉案，青玉案，英姿飒爽来酣战。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这里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的比赛现场，我们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对抗抢答题，
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抢答，看一看今天这一场我们的题型是什么。诗词转盘题，首先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第一组抢答选手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家好，我叫黄有之，今年10岁了。我喜欢通过弹琴的方式去感受诗词之美。欢迎黄有之。那今天在现场，你能不能把自己对诗词的理解演绎在钢琴的弹奏里呢？可以的，那我就来一个自己创作的《登科后》吧。来，我们掌声欢迎黄有之。老师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不但弹出了孟郊的心情，也弹出了自己的心情，他把自己和孟郊合体为一了。哇，那要是来一个忧伤一点的，会不会很为难啊？没有，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我用舒缓的节奏来表现诗人当时的心境。好，我们来听听这钢琴里的乡愁。再来说一句吧，龙阳老师你肯定会喜欢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听了都说很好。言下之意，大家都说好，你敢说不好？对，你试试。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哇！恭喜你，你猜对了，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很不容易，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情意融入其中，我觉得这是诗词带给他这么大的小孩就有能够这样的共情能力。其实我觉得呀，他在黑白琴键上敲出的乐符就是他自己写下的诗词。谢谢。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且与少年饮美酒，晚来涉猎西山头。大家好，我是何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是一边学着康老师画画，一边学诗词的。我们展示几幅给康老师看看，好不好？颇有康老师的神韵哎。啊，他还是学的挺像的，特别是在山脊之上要画这个长城，这确实不太容易。有样学样哈。不奉听雨老凤声啊。加油，期待今天你能够灿烂的表现。好，接下来呢就是两位小选手的抢答时间了。本场的题型呢是诗词转盘题，所有的转盘都会围绕多彩来给出，那么到底会
会是多彩的什么呢？诗词转盘转起来。停。多彩的山河，来看看题目怎么给出。毛泽东词赞美了万山红遍和漫江碧透，请问这是在哪座城市看到的景象？请抢答。我的答案是长沙，因为这首词的题目就叫《沁园春·长沙》。祝贺你答对了。这首词还是蛮长的，他写的这些景象啊，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弓，鱼翔浅底，这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秋景，不如说是作者内心里边的秋景。景是跟人的心走，也是跟人的事情来走，所以说嘛，秋景常有啊，年年岁岁花相似，但是岁岁年年人不同。1925年毛泽东，或者1925年秋天的橘子洲头写出来的景象，就跟之前的古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在主席的诗词里边，他的那种气质、那种气势和那种气象，始终是跟着他的事业在走。从1929年到1935年10月份，长征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这是6年的时间里边，在他写的几首词当中，红旗这个意象出现频次是特别高。比方说1929年的秋天，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行；1930年的1月，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年的2月，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31年的春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到了清平乐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为什么在主席的诗词当中这么频繁地使用红旗、红色、红雨，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的理想跟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思想的变化、立场的变化，导致了诗词里边的意象的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杆红旗一直昂扬向前，所以伴随着他的实践和他所总结的理论，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诗词是胜利的诗词。刚才我觉得康老师讲的这个呀，确实让我们有一些意想不到，很有可能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是没有看到词中写的那么多色彩斑斓的秋景，可能有一样两样的景象是有。它其实是词人内心的心象的一个外化。对，你说的非常对。而这个心象之壮大是怎么来的？是他的胸怀、他的劲爆给撑出来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继续对抗抢答题，来看第二道题目，请抢答选手就位。抢答选手是一组来自青年团的选手，我们认识一下。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大家好，我是江毅，我非常喜欢唐代的衣服，就像是从这个古典诗词里走出来的，对，亭亭玉立的一位泛着书香气的美人哈，好像从唐代的仕女图里面走出来的。没错，除了这个服饰本身很好看，其实它的配饰也很讲究，对吗？是的，像我今天头上这边戴的这几只呢，是我自己去设计的非遗绒花。今天给诗词大会特别定制了一套，送给罗阳姐姐的是一只荷花。我们说荷花它是清池皓月照禅心，就像罗阳姐姐一样，是盛开在诗意的池塘上，亭亭玉立。哎呀，谢谢谢谢。送给康老师的呢是一只玉兰花，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玉兰象征着高洁的人品，这我替你说了。是的，所见略同，而且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送给杨老师的是一只橘子胸针，江南有丹橘，京东有绿林，很好看。这个绒花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仨都得好好珍藏。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一位选手。
天寒半出先纤手，终日攀登不畏高。大家好，我叫莫尚辰，今年14岁，我来自湖南长沙。我不仅热爱诗词，还十分喜欢旅行。在旅行的同时，我也会去寻找诗词中的美和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希望今天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能有好的发挥。好，欢迎你，这次要这个同台对垒了，有什么话对对方说吗？他的定场诗说的是桂花，那我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与君初相识，好去莫回头。到底谁能凌绝顶啊？就看接下来二位的抢答时间了。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服饰，来看看题目怎么给出。诗经里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请问青衿指的是什么衣服？请抢答。我的答案是青年男子的衣领，衿是衣领的意思。揭晓一下正确答案。青衿指的是古代的校服，也就是学生穿的衣服，所以很遗憾，江怡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青衿呢，应该指的是学生所穿的衣服。汉儒在解读《子衿》这首诗的时候，那个毛诗小序就说《子衿》这首诗是赐学校费也，因为乱世，那学生呢都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所以他认为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学生想要回学校上课的那样一种心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是整句引用了的。对，曹操的诗也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代他也对古诗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诗经里边说，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有的人把它解读为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说是哎，学生就要上学，想念老师。但是曹操呢，真的是伟大，创造性的把青青子衿解读为什么呢？人才。一篇短歌行真正最核心的句子恰恰就是青青子衿这几句。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真的要这样做。曹操的手下可以说是战将谋士如云呢、啊、对不对？而且曹操他是有政策的，他不光是个人喜爱啊，去延揽人才，只要你有才华，你有点缺点毛病我都不在乎了。为什么呢？因为曹操不仅识得人才，他还会用人才。像他的这个谋士郭嘉啊，这个荀彧啊，他的帐中有那么五六位最杰出的谋士，那真是天天替他操心呢、啊、而且不仅为他出主意，还为他进一步的延揽人才。所以我们说啊，曹操曾经跟这个袁绍有一段对话，大意是这样啊，袁绍就问他说，将来天下有变，你怎么办呢？曹操说了一句就很简单，我只需要把天下的人才握在手中，并且让他们各得其用，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那就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说啊，曹操他是有自己的人才观的，所以在诗里边表达的时候，这才会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结论。只要我真心对待天下人才，江山将来就是我的。天下归心，天下归心，所以这个人心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心。曹操的诗把诗经里边的这个原诗完全翻新了，赋予了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那才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又在千百年之后出现了一个同样有这样才能甚至更加高于他的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觉得曹操真乃大丈夫大英雄事业，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马上我们来看看第三道抢答题，请抢答选手就位。
两位来自百行团，我们认识一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叫甄瑞，来自北京，我是一名航天 3D 打印的工程师。时隔两年回到诗词大会的舞台，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欢迎甄瑞，我们见到你也非常非常的高兴。两年前啊，我带了一个 3D 打印的大客鼎来到了诗词大会，这个鼎啊可以叫做重如泰山。今年我做了一个 3D 打印的金属的羽毛球，这个可叫轻如鸿毛。哎呀，这个栩栩如生啊，很细腻啊。哎呦，真有弹性哎。重量其实只有10克左右，别看它材质轻盈啊，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用的材料是我们航空航天上经常用的一种材料，钛合金的材料，非常的强韧，羽毛和羽毛之间最短的间距只有0.02毫米。然后你拿指甲轻轻的拨动这个羽毛的时候，放在耳边，它会有一定金属的这个声音，还是个乐器，铮铮作响。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工科男生一个独有的浪漫。哇，真好。以往我们一说到 3D 打印，那都是航空航天的设备会用得到，但今天它也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谢谢甄瑞。好，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一位选手。闲窗听雨贪诗卷，独树堪云上笑台。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今天呢，我是和三位青少年组队，然后他们三个加起来年纪还没有我大。可儿是7岁，坤宇是12岁，上城呢是咱们青年团年纪最小的选手，只有14岁。仨青少年加起来还没他一个人大。对，他要是输了，你说这面得掉多大呀？你看康老师把话已经撂出来了，你怎么接招啊？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嘛，早给自己准备好了贿赂了。对，他的意思他带了三个英雄来。对。我了解到你和甄瑞是特别好的师友啊。是的。那这一次要同台对垒了。有什么话对对方说吗？送他一联诗吧，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甄瑞你呢？那我就赠眼前这位美男子，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答案揭晓时，你只笑一笑。太狠了吧。到底这道题谁能抢着且答得漂亮，让我们拭目以待。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什么呢？多彩的生活，请听题。一经锤炼为完后，好助秋娘换着衣。请问秋娘在用什么洗衣服？ A 肥皂， B 草木灰。请抢答。申浩抢到。我的答案是 B 草木灰，因为草木灰有一定的吸附功能，类似于活性炭。到底是什么呢？选项 A 肥皂。所以很遗憾，申浩回答错误，扣1分。青玉暗对，减1分。肥皂呢，过去就叫胰子啊，实际上是拿这个动物的这个胰腺为基本的原料，然后在原来加豆粉，后来又变成了这个碱粉，给它捏成块状的或者是球状的，这样不就洗起来更方便了，而且便于储存啊，便于携带，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肥皂。如果你加了香料，那就是香皂。这首诗啊，出自于清代林苏门的《锤大肥皂》，所以呢，题目就是肥皂。但其实呢，另外一个选项草木灰也是可以用来洗衣服的。早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水里面加上草木灰来去除污渍。到了汉代呢，《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古人还会用皂角，也就是皂荚树的果实来清洁衣物。在魏晋时候呢，还出现了一种比较高档的洗涤剂，叫做藻豆。当然，古代衣服除了清洁还不够。李白的诗中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因为那个时候的布料以葛麻为主，所以呢，捣衣的过程呢是让衣料变得更加的柔软服帖。当然，我们现在有了洗衣粉、洗衣液。
就大大的简化了洗衣服的过程。嗯，谢谢杨老师。从古代的草木灰、皂角，到现在的洗衣粉、洗衣液，再到新一代的至尊，带来了至尊秒溶术，洗衣精华入水瞬间爆发超强洁净力，特别适合快洗。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继续抢答，有请第四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亲友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李鹏伟，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航空产品设计师。欢迎您，鹏伟。在康老师的家乡西安走红的那位诗词奶茶哥，在西安夜市上走着，突然就被一个博主叫住，现场对诗。哦，我看那个视频了。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关键他更厉害的是什么？运二零、歼二零的参与设计者。这次我带来了一款战斗机的飞机模型，歼20。歼20啊？对，它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危楼。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是绝对的国之重器呀。歼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隐形战机，在这款飞机机腹的下面和侧面，它都有武器舱是可以打开的。对。那么这个武器舱在飞行过程中是关闭的，所以就实现了一定的隐身性能。歼20是在2019年参与了国庆70周年的阅兵仪式，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着我们自主设计研制的飞机，翱翔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守护着我们人民的幸福安康，我感到十分的振奋和自豪。谢谢，谢谢。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些设计者、这些研发者的名字，但是当威龙、当鲲鹏飞过组合山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天空记得他们，山河记得他们，大地记得他们，人民记得他们。谢谢你。今天和大朋友对战的是一位小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知其何以为一兮，其芙蓉以为常。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我喜欢穿漂亮的裙子，我也喜欢屈原的《离骚》。这句诗的意思是用荷叶做上衣，用荷花做裙子，我觉得非常美。真是一个人如其名的小可爱呀、啊！今天陪你来的是谁呀、啊，小可儿？是我的哥哥。妹妹现在上场了，你有什么话对她说吗？识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妹妹加油。现在我想问问李鹏伟，你要对战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小美女，最关键的是我害怕我巧到了答错了也更尴尬。来，两位做好准备，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配饰，两位请听题。李贺诗云：“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请问，金络脑是什么？请抢答。我的答案是马龙头，出自李贺的《马诗》。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满江红》对，加1分。这诗可儿你背过吗？背过。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我觉得这个题我一定要好好讲一下。这个马匹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换句话说，这个快速反应部队主要是靠马匹。但是个马它又是个动物，它又不是说它自己很自动的就听你指挥，
所以马具就变得非常重要。刚才说这马龙头，就是马这个嘴上套的这个龙头啊，包括绑的这个皮带这些，它在中间有个纽结叫结约。我们经常说这个马嚼子，其实就叫膘。它这个衔在嘴里的时候，你一拽它，它不就疼吗？分道扬镳啊，就是因为这镳它在嘴上一拽，哎，它就能够把握方向，就跟方向盘一样。还有这是马脑袋顶上有一个当炉，哎，那是个装饰品。所以马头上这个马嚼子是特别的重要。为了保证这马嚼子，所以呢，它那个金络脑实际上看上去是一个马龙头，核心在方向盘这个地方。谢谢康老师带来多彩的马文化讲解。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满江红队一分，青玉案队负一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回合。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一共四道，两支战队轮流答题。我们首先来看满江红队的题目。礼记中说，婚礼的意义就是和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及后世，两家人从此成为一家人，共同面对人生风雨。那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了四对来自不同朝代的新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和我们分享这跨越时空的浪漫与惊喜。有请四对新人登场。我们来自大汉，玄衣欣然，执手盟誓。我们来自大唐，青如阑珊，同劳合景。大宋，红纱罗裙，千金同心。我们来自大明，凤冠霞帔，解缨结发。我的问题也来了，满江红队请注意。接下来呢，我将邀请四对新人啊，每一对说出一句关于爱情的诗词。哪一对新人所说的不属于他们所在的时代呢？有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到底刚才汉唐宋明的四对新人，哪一对所说的诗句不是他们朝代的爱情宣言？满江红队做好准备，请答题。满江红队四位选手都选了 C 选项，正确答案是C。 来自宋代的新人确实是说错了时代，说的是清代的诗词，纳兰性德的词。对，问一下甄瑞，选项 A 出自于汉代司马相如的《情歌二首·其一》，选项 B 出自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无题》，选项 C 出自于清代纳兰性德的《画堂春》，选项 D 出自于明代唐寅的《一剪梅》。所以宋代的这对新人说的是清代的诗词，答案是错误的。很好，满江红这道题答得漂亮，给队伍加上四分。婚服特别的气派，杨老师您觉得呢？作为女性来说，婚礼应该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所以越隆重越好，哪怕是国君，你也要用最尊重的姿态去对待你的婚礼，要冕而轻盈，你要戴上你国君的冠，穿上最华贵的礼服，用最隆重和最尊重的这样一种状态去迎娶你的新娘和二姓之好，来祭先圣之业。所以婚礼不光是对女性，其实对男性也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可等闲视之。大家看这个汉代的婚服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很庄重，对，很有大汉雄风的那种。我又想到这个中国的颜色，其实在古代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名字，黑色不叫黑色，叫玄色。玄色，比方还有什么霞红，是吧？还有什么鹅黄？你就发现它这个颜色都是跟它这个生活和某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啊，还有比方说鱼肚白。哎，对，你发现没有？对，当然我这个说的有点俗了啊，比方说一说就是桃红，对吧？它不像我们现在说粉红，不，它得说桃红，比方说竹青、海蓝，你听这名字，多好听！这是命名里充满了诗意，对啊，所以很多诗词里也会化用这些进来，对啊。好，我们赶快来看看下一道题啊，青玉案对，请听题。红色是喜庆的颜色，十里红妆鸾凤呈祥，让我们聚焦到明代新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位明代的女子头上盖着盖头，中国古代的婚礼当中还有一个物品也是用来遮面的。为了帮助大家锁定答案，汉代、唐代、宋代的三位新娘手中都拿了一件物品，让我们来猜一猜，到底哪一件物品能够起到遮面的作用呢？我们来请三位新娘分别介绍一下。我手中的是友情芍药含春泪中的芍药，我手里的是红粉盈盈隔团扇中的团扇，我手里的是曾见婵娟杨绣球中的绣球。到底哪一件物品也和今天的盖头一样有遮面的作用呢？来，青玉案对，请答题。青玉案对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三个选项，我们来听听看。申浩，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 A 是芍药，芍药是在春天开花的，我想婚礼不一定都是在春天举行。选项 B 呢是团扇，清代龚自珍的诗里也说，毁扇流传一下女，自仗完扇过齐亭，不是在婚礼的场景，所以说我也是把这个团扇也排除了，因此我选择了选项 C 绣球。来吧，揭晓一下答案，正确答案是
团扇。很遗憾，四位都回答错误。好在我们这一回合的比拼，答错不扣分啊，所以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们说一说吧。《诗经·正风·正纬》的最后一句“赠之以芍药”，芍药它可以代指，可以象征约会的意思。所以恋人在约会结束之后还要互赠芍药，表示对于约会的期待。在古代的婚礼，雀扇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世说新语》当中有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当时有个近代有一个名士叫温峤，他的堂姑呢就委托他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给自己找一个好女婿。然后温峤就问自己堂姑说，像我这样的算不算是如意郎君？然后他堂姑说，比你差一点的都行。结果最后结婚的时候，新娘把团扇一拨开，发现新郎就是温峤自己。这是著名的温峤雀扇的典故，也是明确有文献记载，雀扇是婚礼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仪式，类似于挑盖头。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团扇。好，谢谢杨老师的讲解。那关于这道题，那个绣球也挺有意思。对，因为我知道古代有这个绣球行酒令。嗯，是吧？现在这球变成一彩球了。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运动，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了在婚恋当中使用这个抛球，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宫里边抛球玩，比如唐中宗的时候拔河抛球，然后那年纪大的大臣呢摔倒在地上，说皇上在旁边看着直乐。然后到最后呢是抛球、歌、舞、乐，全都是变成了一体的，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综艺节目。绣球啊，投意中人，这也是在元杂剧里头出现的比较多。而且抛的人有三种人，第一种投中了一个穷小子，这个岳父不同意；第二是一投已经是状元了，这皆大欢喜；还第三种投呢，一投投了个意中人，两边家人都很喜欢。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戏曲啊，包括这个婚姻的故事，不管前面如何曲折，最终就是一个大结局，就像这绣球一样，是个圆的。嗯，中国人就喜欢两个字儿，团圆。你看今天说绣球，我这还真有绣球。这样我们想体验一下吧，拿着绣球的人就得飞一句带颜色的诗句。行，来，康老师抛上去。真抛了。想往哪抛往哪抛，想接的声音大一点。康老师，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抛，你再扔。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好，再接着扔。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好极了，好，接上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漂亮，好样的。小寒深处，消对玉红衣。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好极了，谢谢康老师。您一个绣球抛出去，飞满整个百人团呢。那是穿越千年啊，走遍万里。哇，这绣球那是中华绣球，这文化的绣球，对，诗词的绣球，传承的绣球。这叫同心绣球，同心传呐。嗯，我们同心同德，共赴未来。对。
好，再次感谢来自四个朝代的四对新人带给我们这份穿越时空的惊喜与欢乐，谢谢你们。也要特别感谢北京服装学院的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他们参考了200多本古籍和文献资料，研究了300多幅书画壁画图片，为我们诗词大会复原了这8套婚服，匠心可嘉，谢谢你们。继续来看第3道情景共答题，接下来呢是《满江红》与《青玉案》两支队伍的题目了。我们会播放一段视频，视频内容将和你们得到的题目紧密相关，所以请同时认真看短片，请看。新娘到夫家后不能履地，据说古人认为新娘的脚与地面接触会冲犯鬼神，故需踏着特备的毡席入户，因席短路长，需一路转移接铺，故称转席或转毡。真正举行婚礼的场所叫青炉，又称白子帐。新婚夫妇会进行同时一生的仪式，表示共同生活的开始，这个仪式称为同牢。锦是将一个葫芦破瓢为二，以线连柄端。新夫妇各执其伴，共饮合欢酒，是为合锦。新夫妇各剪下一缕头发，挽结在一起作为信物，以合计表示同心偕老，从此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刚刚的视频当中，你们可以看到两位新人各自剪下了一缕头发，挽同心结，放入一个锦囊中，这呢就是结发。结发象征着夫妻之间相依相伴的终身承诺。那么以下的诗句当中都提到了结发，请问满江红队哪一项诗句指的结发是为夫妻？ A 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 B 结发从容事，实名镇朔边。 C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满江红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C，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祝贺四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1分，给满江红队加4分。这道题应该还是挺好选的哈，还是很容易的吧。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应该是出自孔雀东南飞，讲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所以我选择的是答案 C。 挺有意思的，第一个是李白的，李白写的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这是求仙的。第二首呢，这个是隋代的一位文人写了一个边塞题材，白马篇，结发从容事，驰名镇朔边呢，这说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奔赴边关。只有最后一个是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啊，两口子刚结婚，彼此之间表达心意，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我觉得结发这个行为啊，特别具有内涵，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血液留在了一起，两个人的基因种在了一起。结婚应该是每一个人唯一的一次可以自己选择亲人的机会。对，而且在古代的婚礼的所有仪式当中啊，结发我觉得是最特别的。我们现在剪一缕头发稀松平常，但是古代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意剪的。所以当新婚的时候
两缕头发剪下来把它弯在一起的时候，是说明我们从此身体发肤连为一体了。所以这也是整个古代婚礼当中其实是最亲密的一个环节，它真的可以让你体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样一种珍重的誓言。所以结发这个环节我觉得必不可少，特别重要。嗯，所以通过这道诗词题啊，我们不仅对古代的这个婚礼的礼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呢也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多一些思考和感悟。我们不妨接着来看看青玉案的题目吧，依然是和古代的婚礼礼仪有关，请听题。到了唐代，婚礼上同牢合锦是必不可少的仪式，那么问题来了，合锦的锦指的又是什么呢？A. 耳中明月珠当中的珠， B. 袍有苦叶当中的袍， C. 红罗覆斗帐中的帐，请选择。哎呦、A B C 都有人选啊、嗯！可儿，你为什么选择 B？因为我在视频里看见了葫芦，葫芦在诗句中就是袍，所以我选择了 B 选项。好，再听听上晨的想法。我觉得 C 选项红罗覆斗帐里面的这个帐在婚礼里面是很常见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C 答案。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啊，本题的正确选项是有苦叶中的袍，应该选择 B。 所以呢，申浩和张可儿各得一分，我们给青玉案队加两分。合金酒就是类似于葫芦的这样一种植物，然后诗经里面说袍有苦叶嘛，那象征着结婚的时候男女要喝交杯酒，用这个袍来盛酒的话，那个酒也会浸染到一丝苦味，所以新人喝了以后其实也意味着以后要同甘共苦，恩爱两不疑。对，所以这个是称为合金酒。系红罗覆斗帐，撒帐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就觉得这是洞房花烛夜，应该是共同一帷帐。 A 选项这个珠其实指的就是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合金酒同牢饭，同牢饭其实就是共吃一碗肉，共吃一碗肉这叫享福，有福同享，共饮合金酒这就是有难同当。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啊，它任何的活动里边，它这种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都是渗透在里边。我觉得婚礼的所有程序都告诉我们一个词，其实就是同牢也好，合金也好，结发也好，都是合二为一。这个过程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人生的风雨当中可以成为最坚实的彼此依靠的那个人。谢谢老师们的分享，让我们带着对爱情的向往继续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也衷心的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到这儿我们来盘点一下场上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请看，满江红队得分9分，青玉案队1分。马上进入千人千问。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鸡西版画画家孟宪华。版画通过制版和印刷的方式创作的艺术作品，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开垦北大荒的号角，在这广袤的土地上诞生了以描绘自然风光和生产生活的北大荒版画。为此我们特意创作了这幅龙年贺岁版画。你看这幅画，神龙见首不见尾，祥和瑞气扑面而来。我们运用传统的装饰色彩，塑造了一个既有气势又喜庆的中国龙的形象。
现在我想给这幅绚烂多彩的作品起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各位朋友们，你能调用自己的诗词储备帮帮我吗？感谢这位云中仙人团的选手带来的题目，我们分别来听一听。满江红队江毅，我们满江红队给出的名字是盛熙，出自毛主席的诗词《虎踞龙盘惊盛熙，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幅龙画里面其实就藏着我们龙的传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体悟和对未来的憧憬，昨日之愿景已成今日之现实，而今天的憧憬里还藏着千千万万个明媚的未来。所以我们给这幅画取名叫做盛熙，也是想要借这幅五彩斑斓的画卷，祝愿我们的龙年朝朝如日月，皎皎若星辰，祝愿我们的祖国豁然万里鱼，独卫百川雄。再来听一听青玉案队的答案。我们青玉案队给这幅版画起的名字是《蛟龙喜》，选自杜甫《梅雨》中的诗句：“近日蛟龙喜，盘涡雨暗回。”这是杜甫想象了一条蛟龙在水浪之间嬉戏的场景，与这幅版画十分契合。版画上的龙五颜六色，我们用金黄的龙腹祝长辈们飞黄腾达，事业有成；用蓝色的龙面祝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山川永远都有碧海蓝天。谢谢。我们也来听一听两位老师会有怎样的奇思妙想。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名字是鱼龙舞。鱼龙本是一体，所以鱼龙舞是有诗意的。咱首先得满足诗意啊，对不对？朗朗上口。再说你看刚才这位仁兄画的这龙，我简直看它就是一条鲤鱼。我是觉得那个眼睛笑眯眯的好可爱哦，非常的友善。我刚刚还想到在您的那几层意思里可以再加一层，就是鱼跃龙门，化身为龙、哎、你看一种奋斗之志，这就说明你已经给我投票了吗？总是向着你哈、啊、是。听听杨老师的答案。我给这幅画取的名字是四个字：长风将军。长风将军点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他本来就是送给一个画师写画，而且其中有这么几句：是日迁来赤池下，迥立昌河生长风，赵魏将军扶捐粟，亦将惨淡金银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翻马空。虽然是写马，但是龙马精神，龙马精神。你看九重真龙一出，万古繁马皆空啊。长风将军今年是龙年，长风将军龙马精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送给所有人。长风将军鱼龙舞，这名字可真够长的呀。长风将军名字真长啊。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们来看一看云中仙人团会把这宝贵的一票投给哪一个答案，请投票。获得70%的支持率，这一回合青玉案队胜出，加4分。这样的话，我们的比分情况就是：满江红队9分，青玉案队5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跟着画笔走，诗意常常有。大家来看一看，我今天要给大家展现一幅什么样的画卷，然后咱们又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样的诗意。我们来看第一幅画。我们先画一个抛物线，这节物理课就算是开始了。大家注意到我一直都在画虚线，对不对？这就说明我肯定不能画的实了。至于为什么不能画的实呢，我也不愿意告诉你。大家可以认真的感受一下这是个什么场景啊。这个大家总能看明白是个啥吧。这好像是个亭子。亭子是在水面上，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下你知道为啥我要画虚线了吧？还真是，沿着这个细线荡开了一抹绿意，这算是关键信息吗？关键不关键，关键看你自己。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之所以画了绿意，那肯定是跟你所要猜的诗，从大的范围上讲，肯定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们现在就要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在脑子里急速的搜索。这给你的什么感觉啊？远方清古道，晴翠接皇城。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有可能。这个色彩和杨老师今天的衣服好搭哦，一抹春天的绿色是吧？生机盎然。意思是肯定有了，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轻重之间的色彩之间的搭配，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多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多彩，就失去了层次，也就失去了丰富性，也就失去了可爱的一面。好，大的格局呢已经画得差不多了。桃掌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接下来大家再看看我还会再画点什么啊。您看出我在画什么吗？莲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我现在不接着画就开始问，大家能答上来吗？一个是春来江水绿如蓝，一个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看是哪一个。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大家注意了啊，我要说关键字了。关键字是红队江毅抢到，请作答。我的答案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选手答对了。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江毅加一分，满江红队加一分。还有一个问题，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蓝是什么意思？请抢答。黄有之抢到，请作答。我的答案是蓝草，它是一种植物，它的叶子可以来做染料。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回答正确，满江红队再得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画。我们开始了啊，大家注意看啊。画是个石头，
是个山。你看老师，不是画山就是画水，要么就是画山水。杨老师觉得这山画的怎么样？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这次的山很陡峭啊，有特质。画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山的这种褶皱缝隙之间的嶙峋就很像我们的性格，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性格。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哎，注意啊，我这好像画了个什么东西。这下去的是不是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山还真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现在就要加点东西了。有山就有水。对，山水相依。对，而且这个水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有点气势的啊，气势磅礴的那种感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哦，添点有用的啊。关键信息来了，注意哦，康老师说了，这是关键信息。这个亭子很重要，那么高的山上矗立一个亭子。哪个亭子在水边呢？孤山寺北驾亭西。鸟，还有鸟。增加点氛围，这样就能看出天空的辽阔。哎，又是一个关键信息了。大雨落又雁，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对，好多旗子。好，我们差不多了啊，可以给大家说关键字了。关键字是故。申浩抢到，请作答。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康老师继续作画。风。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祝贺你答对了，给申浩加一分。青玉案对加一分。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彼时彼刻作者站立的这个位置在哪座城市？请抢答。好，申浩继续抢到，你的答案是在京口，江苏镇江。是不是镇江呢？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得一分，青玉案对再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三幅。这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发髻。杨老师，您猜康老师这幅会画什么？亭子。画点别的，要不然这一下就猜出来了。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大概你们也能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吧？像一个楼或者一个阁。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长安回望绣成堆，山岭前门次第开。这个应该是关键信息吧？但是这个关键信息也可以指向不同的答案，大伙儿再斟酌斟酌。他在船上。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一船相近邀仙见，添酒回灯重开宴。现在是不是可以提示关键字了？我觉得可以了。赞同，我也觉得可以了。好，大家注意了啊，关键字是字。申浩抢到，请作答。我的答案是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因为我看到是一位女性在一只小船上，然后呢天上有一轮满月，所以我就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以及这个后面两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康老师继续作画。哎，我觉得这个关键信息非常好。哦，对，燕子回时，月满西楼，回答非常好啊！祝贺你答对了，给申浩加一分。青玉暗对加一分。下面还有一个问题：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这个燕字是什么意思？请抢答。红队江毅抢到，请作答。我的答案是书信。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雁字指的是大雁在飞行的时候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因为都是字儿，所以叫雁字。云中谁寄锦书来，人家前面信已经寄出了。很遗憾你回答错误，江毅扣一分，我们给满江红队扣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四幅。渔翁带的那种弱力，下面是个人吗？秦若丽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也有可能是渔翁夜傍西岩宿，小楫清香燃楚竹那首里面的。鉴于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所以我呢有意识的多画了两笔。咱们不仅是在答题，也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画画过程的一种愉悦。可能是回看天际下中流，云岩上无心云香竹这一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过云飞。这场景就是用来诱惑你们的。开始画山了，这次的山好像又有变化。选手们仔细看，杨老师有答案了吗？但肯定不是孤舟蓑笠翁啊，对吧？又帮你们排除掉一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画中这个场景啊，还是挺让人心生向往的。心生向往，这就说明中国人只要看到这样的水墨或者是渔樵图，就很自然地泛起了一种向往自然的一种心神。这个人在干什么呢？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的着装很特别。哈哈，添个小物件啊，前面还有个小桌子是吧，大家也都看到了。他又画了几只小船。哦，钓鱼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关键字。关键字是一
何坤宇抢到，请作答。我的答案是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祝贺你答对了，何坤宇加一分，青玉案对加一分。还有一个问题，这首诗是题画诗，这幅画它叫个什么名字？请抢答。申浩再次抢到，请作答。我的答案是《秋江垂钓图》。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很遗憾，一字之差，正确答案是《秋江独钓图》。由于申浩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所以青玉案对减一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很顺利的圆满的完成了画中有诗这个环节。日出江花红胜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还有一个题秋江独钓图。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中有诗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谢谢。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巅峰对决飞花令。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战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来看看今天飞什么？位置飞花令，山。中国味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满江红队，开始。山外青山，楼外楼。青山依旧在，看万山红遍，远上寒山石径斜，可怜无数山，蜀江水碧蜀山青，轻舟已过万重山，山岛耸峙，青山一道同云雨，亭亭山上松，除却巫山不是云，遥望洞庭山水色，一山放出一山蓝，人生无处不青山，山色有无中，山山黄叶飞，远看山有色，指点江山，悠然见南山，幽人所住空山里，问于何意栖碧山，山雨欲来风满楼，江山代有才人出，水村山郭酒旗风，更喜名山千里雪，只有敬亭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忽闻海上有仙山，山重水复疑无路，巴山夜雨涨秋池，待到山花烂漫时，却话巴山夜雨时，明月
出天山，去时雪满天山路，平无尽处是春山，山山为落晖，孤山寺北贾亭西，白岩山下蜀江青，千古江山。山间，郴江幸字绕郴山，山随平野尽，春山多盛世，峨眉山月半轮秋，泽国江山入战图，若有人惜山之阿，蜀江春水拍山流，中山只隔数重山，山红涧碧分烂漫，青山横北郭，望望山山水水，迟日江山丽，怀上有秋山。江毅没有答上来，接下来就进入到你的至尊助力时刻，向百人团发起求助，愿意帮助他回答的请亮灯。江毅请选择。我求助青年团于思琪。我接的诗句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祝贺你答对了，江毅复活成功，飞花继续。白波九道流雪山，山回路转不见君，青山隐隐水迢迢，力拔山兮气盖世，寂寂江山摇落处。很遗憾，江毅没有答上来，所以本场飞花令中胜出的是青玉案队。飞花令的比拼到此结束，我们要祝贺青玉案队的三位选手站到了最后，他们是何坤宇、莫尚辰以及申浩。到这，我们本场的五个环节比拼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累积积分情况：满江红队十分，青玉案队十二分。祝贺青玉案队逆袭成功，实现了反超，成为本场胜出的队伍。祝贺你们！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会。